我自己还挺喜欢摄影的，也想找到一个记录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，可以记录我自己的一个成长的轨迹。我大概是从2012年开始比较多的投入在摄影里面，尤其是在我自己出去旅行的时候去拍一些我自己想拍的东西。我第一部单反也是5D2，可能是我自己习惯的原因，我觉得很好用，那个拿在手里面的那种感觉好像就好像一体的感觉。摄影对我来说跟音乐一样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，通过自己独一无二的视角去记录吧。